妈，我在开会呢。开什么会？出大事了！你快出来！什么？妈！顾总，乔秘书，今天结婚了吗？妈，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啊？这还不算大事啊？你们俩天天忙工作，什么都不管。知道李静给我打了多少次电话催我了吗？顾公，原来你们俩还没结婚呢，我还以为都结了。兄弟，你可得抓紧了啊！乔秘书那么好的女孩，错过了可就没有了。就是。妈妈掐指一算，今天就是领证的黄道吉日。那户口本都给你带来了。阿姨，别叫我阿姨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改口叫我妈。可我们今天还有工作呢。今天放假。我们领证去。